生活气大师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它是非常生活化的。然后茶的话，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个百态人生。我们台湾茶跟一般的国外的或其他国家的茶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就是开心也可以喝茶，伤心也可以喝茶，喜庆也可以喝茶，到哪里都喝茶。我们出门的时候或是肚子两公，哎，两公大林贼啊，就以前都有一句这样子的话，其实它是非常融入生活的。然后在这个二十年左右，觉得我们把茶叶完全提升到另外一个文化的层次了，是因为我们台湾真的有非常多优秀的一些茶艺团体啊，或是大家集人啊，就像茶艺真的是在遍地开花。然后我们台湾又是一个茶叶，只要全世界的人有爱喝茶的人的话，他们通常会喜欢，因为最后还是会爱上茶。那范老师，你怎么样会带着我们就一起来喝一份好茶？就是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啊，就是那个床山101，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就是邀请我来，他说他在就是丰原太平洋寿佛这里。你说你会上面会准备什么样的茶，然后带领观就是民众化去怎么样去体会到茶的这些对，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是那个一些陶艺家的东西，那陶艺家的作品它比较适合比较就是比较有点培香的或是味道稍微重一点口味的茶。然后我们就今天就特别为他们，就是为这个空间环境，我们来准备这些，然后配合陶艺家的作品，然后简单的季节的花式。所以我们今天选的是一个蜜香乌龙，还有炭焙那个洞顶乌龙，还有一个台湾野茶。这样，那就因为这样子的话，也是希望说让这边的宾客，等一下陆续还会很多宾客来，让他们可以体验到不同的感觉。啊，那平常这边的贵宾室都是可能只是大家就是很。就是独自的就是坐着在喝茶，所以我们也希望说给他一个崭新的风貌，让他感觉到说其实传统大家的其他地方的贵宾室也可以改变一下形态，偶尔请专业的老师来这边为大家奉一下茶，然后让大家欣赏鉴赏一下名画，然后再看一下就是喝茶然后品香这样子。 OK， 好，我们整个的展出其实最主要是针对我们这次 VIP 的生的计划。那我们导入艺术是希望就是让整个 VIP 的体验有一些更不一样的一个视野跟品味，因为我觉得艺术其实应该走入的主题其实最主要是邀请了我们金奖艺术家的得奖作品，那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得奖作品其实有时候我们很难在展出里头去看这样的作品。那又结合这一次 VIP 的生的，我们这一次的得奖作品也是因为艺术家他的创作主题多半都跟山林有关，那我觉得大自然其实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非常的大，然后对于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气场能量场其实它都会有相对性的影响，那结合这一次的我们的茶道茶会，那可以完全在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里头去品味。好，我们可能感官上面也感觉到了，我们可能在美味的这个部分也体会到了，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视觉，我们在整个五感体验里头，它其实透过视觉，透过我们的味觉，它其实都可以相呼应。是今年的作品，那其实这三年就是我们被 COVID-19 的疫情也困扰的，那银杏是一个健康的树，它又是一个千年树，那所以我这一幅作品当初就是想说我来画一个非常大自然的有神奇能量的千年的，就是它千年，你要想想看，听到千年寿命就非常长，那可能银杏它可能三千年五千年这样的一个看在这个地球看着这个整个地球的运作这样，那借由它的能量我来创作它的时候，希望说借由它的能量今年开春过后所有的 COVID-19 的疫情可以慢慢的降低，然后大家可以平安健康，所以就画了一个影剧。那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是很自然，就是日常创作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就是创作跟我吃饭睡觉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日常每天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很高兴，就是我的日常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可以让大家喜欢。那你这是油画？就是我们叫丙烯，它在台湾大家都称它叫亚克力，其实它就是一种涂料，跟油画是一样，其实差别是在于一个是油性涂料，一个是水性涂料。
那至于它干了以后，它的质感几乎是一样。所以你的这一系列全部都是用亚克力去做？对对对，我这等于这二十年大概都是亚克力。那早期是画油画没错，但是后来这二十年大概都画亚克力。而且愿意牺牲上这么大一个规格去做艺术展览，主要的目的。嗯，好。那丰原太平洋百货现在正值31周年庆的期间，我们周年庆一直进行到10月23号。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这次搭配酒楼哈，我们在接待所有会员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贵宾厅，那还有我们的 VIP Club 这样的空间。好，那我们希望说，不只有在硬体上面的提升。那在购物的附加价值上面也可以做一个有效的艺术提升。那所以呢，这次特别跟丰原在地的长山一零一合作，那引进了除了金牌得奖作家画家陈允成老师的作品之外，另外我们还有非常阵容坚强的8位艺术家的作品。那分别展区的话是坐落在我们的9楼贵宾厅之外，还有我们的6楼男装休闲，那另外在我们的3楼的设计师服饰的区域，我们都播出了一个空间，好，希望能够让消费者在我们周年庆购物的时候，也能够优雅的享受这种无感的购物体验。嗯，像这样的一个，它本来这个空间是本来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设计，然后现在把它改装成了，现在有几位设计家在这边展出，以这个小小的空间是。我们这次非常荣幸邀请到8位画艺术家的作品，包括陶艺，那还有雕塑的部分，还有那个画作。好，那所以我们这8位艺术家的作品，除了有一位陈秉承老师的作品，他是放在我们的9楼 VIP Club 之外，那另外其余艺术家的作品，分别在我们的6楼跟3楼的空间。所以不是只有女生逛街才会遇到，男生逛街的话，我们都有考虑到。好，所以6楼本身的话是我们的男装休闲运动，然后3楼的部分是女装的设计师服饰。那我们希望大家在逛街的时候，在转角不经意的就会遇见艺术。Okay.